亿票房猛片，强势列阵，中西双霸天。卫视电影台 Star Movies 今年暑假联手出击，史上最强阵容，叱咤所有电影频道。老板，我下面贵叔啊，大破四亿票房，本年度国片霸主，火速送到。带动棒球热潮，球场上的完美出击，两大影帝并肩作战，幽灵子弹杀人，所有人都得死，全程风云色变，放送台湾人的人情味，秀就来到顶，称霸票房电影独家抢先首播，大尾鲁满，到顶 A， 求爱天空，狼少年不朽的爱，花样，消失的子弹。请多指教。今年暑假，中西双霸天 ，Star Movies 卫视电影台霸气登场。